第25题，若在东西向直线道路行驶的车上，观察到一盛水烧杯内水面的状态如右图所示，则推论车子行驶状态可能为下列何者？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惯性，要保持原来的状态。老师上课举的例子有说，如果车子突然往前开，人会向后倾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的水向东方倾斜，所以表示车子是往西加速前进。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，则推论车子行驶的状态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向西方加速。